乱，真的好乱。我解完任务了，然后我是告密者，其实跟嘉玲是狼。你解完任务了，你怎么解这么快？我是无情的任务机器。嗯，我也解完任务了。其实你怎么看？基本上有在认真解的，应该这边都解完了吧？差不多了，我解完了。怎么看哦？我是狼，偷我偷我。嗯？我肯定是狼，偷我没关系，我先把自己身上挂一套，没错，我就是狼。啊？那我偷你。那什么情况？哎呀，那这样谁？哇，什么东西？这样如果他是小丑，他这样子玩的话，他承认不可能。阿汪才是小丑吧？那我们下一个投嘉玲就没问题吧？就拍桌投嘉玲，就游戏就结束了。那如果没结束，他不是承认了吗？没有，我一定是狼，我一定是狼。你投我出去又怎么？没结束就投我就好了。哎，启示启示，你刚有看到我上？你刚有看我上去吗？嗯，启示启示，你有看到我到你旁边？上去就是要拍桌啊，我就知道你是假小丑啊，但我一定是真的小丑。阿普，哇，那这样大家都跑票了吗？你有身份吗？我有啊，我知道你有身份。你要跟我是个真小丑，那你也有身份对吗？对，阿汪你是小丑吗？我不是，我不是小丑，还是你是告密者？我是告密者。那告密者看得到小丑是小丑吗？看不到，他们告密者看得到狼人，告密者只能看到狼。嗯，那这样你们现在这边就只要想，那就表示黑色橘色有个在说谎，这两个一个说谎没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一个说谎的话，他们启示不可能会说谎的，启示方是好的。所以阿汪是告密者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投启示或是嘉玲就对了。如果有办法解这么快，嘉玲投了就结束了。我是觉得不可能解那么快了。真的？你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会担心启示是小丑。然后我想到哪个是小丑？哎，启示，你投你自己吗？我肯定投我自己啊。啊，其他人投了吗？我还没投啊。我投了。其这样讲，他一定不是小丑。一二三，我跟你讲，启示是好的，那 K 七是狼。为什么我是狼？大家可以不信我，因为我前面我的言辞反复不一嘛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那我知道你的，我认现在 K 七是我眼中的狼。我认，因为我应该说，因为你才启示跟嘉玲，然后我觉得 我有身份，我讲一下。那既然你说启示跟嘉玲是狼嘛，那启示不能投，我们投嘉玲没问题吧？投嘉玲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怎么可能是先投我啊？他们两个其中一个说谎，那怎么可能是先投我？要两个人嘛，那阿土为什么跟阿旺有可能是小丑？那我投第三个外资。其实我跟凯奇是狼，是吗？不是，我不是狼。但是问题是阿汪那样的反应，其实那样的话，我会觉得我觉得贴机亮出来吧，就是狼会很怕投到小丑。完蛋，你们这样讲的耶？不是啊，好人也会怕投到小丑啊，那不就结束了吗？牺牲了那个启示，我觉得有点浪费。所以阿土懂有感觉，那阿土懂我意思哎。嗯，你不知道拍桌吗？我在倒数啊，我在给他们时间。哇！我拍不了桌，不能拍。哇！我拍过了。你好像应该要让告密者。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先盘一下哦。那个我目前心目中现在最好人就只有那条拍桌的那个傻路，他是撇好啊，我在我心目中他100%是撇好，啊我这边也是撇好，三轮就提出来了，三轮就提出来了。我先跟你们讲，这我们两个是撇好 ，OK， 我没有其他自信，他直接拍下去。那阿汪一定不是告密者，阿汪在我这边一轮会有几个告密者？一个而已。你在倒数什么？他在等外面多死一点人再拍会相对比较好，这样子比较好吧？因为我也在你旁边。你们有狼坑吗？我狼坑 K7 啊，铁狼。还有嘞，有第二只狼吗？阿汪说一下你为什么他认他铁狼好吗？我想听。因为其实启示其实很像小丑，就我跟启示其实其中一个人要是小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一开始会保小丑的好人不会先保，一定是坏人先保。并没有，我刚刚一开始你说其实是狼的时候，我就那左边三个已经马上就投了。那我已经准备要投的时候，他说没关系，要投我啊。然后等到你说其实你投自己吗？他说是的时候，那我怎么投？我怎么投？那我就觉得，那你可能就不是告密者了。那你有没有可能你是狼，想要冲一个好人出去？可是如果你是人的话，刚刚那个情况，
你是有经过我两次，刚刚只有三个人投票啊，刚刚只有三个人投票。你刚刚总共有经过我两次，然后其实是四票出去，没关系，大家听我说完一下，为什么我会觉得 K 7是狼？刚才我跟 K 7是反方向交错离开的，是在淋浴间我往左，他往右，那代表说淋浴间往右的位置他都应该会给出情报，而淋浴间左边的情报我都有。那如果这个地方他跳出来，刚刚也死了一个人嘛，不是吗？他跳出来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投人的话，他的情况就会在我眼中是要保小丑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你这样讲我就懂了。嗯，因为他有右边的情报，然后我有左边的情报。那如果我们两个没办法一起对话，我们两个绝对是对立阵营。刚刚说淋浴间那边是怎么样？我不太懂。就是我们不是在中间那个地方有遇到吗？但是我就是没有情报啊，在第一轮的时候。因为刚刚那边没有死人啊。刚有死人啊。其实那边对我来说，你可能就是要冲第一个好人出去而已啊。不是，你到底是不是告密者？他肯定不是。我不是告密者啊，我已经讲了别人其实。只是想要钓鱼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刚讲完了，你们有听到吗？还是刚刚 Discord 有听到？有听到？有。我问你这个几率，你觉得是多少 percent？ 你说什么？我问你 K 七是狼的几率，你在你心目中是多少 percent？ 99%吧。99%吗？嗯，就是现在他不是狼，我就是狼，你懂吗？因为我们两个资讯对不起来。那阿汪，你刚刚最后有投骑士吗？投票，我没有，我没投骑士，投票，我没投。不是啊，那你这样就很狼啊。对啊。涂鸦好帅哦！我靠，他是狼吗？那样狼吧，狼吧，没问题吧？等等，小光，你先告诉我你看到我们的感觉，我先听一下你的发言。啊，我看到阿土跟阿汪在上面走来走去啊。哎，然后你觉得我们两个？我跟阿土在上面欢呼。哦，万岁，没打错，哎，这样。什么意思？因为。没有，就是这里的话，就只能是阿土是警长。以刚刚上一轮的对话，他问阿汪，然后阿汪回答99%，所以他带着枪就把 K 7刀了嘛。啊，肯定是这样吧？先发言，那一定是这样。阿路就是那个医生了，那也不用管他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哇，你好聪明哦！那你们都没在听发言吗？我不知道呀，我是医生没有错呀。因为那套我盾，我就瞬间知道他是医生嘛，我就知道他是铁好啊。对啊，我是铁好哦。所以我想说，如果我泡泡消失了，我就要剁掉旁边任何一个人。那也就是现在铁好了，你就三角嘛，那就把他们三个排掉嘛，那剩下就是我黄色、青色跟紫色出去了。对，没错。剩下的狼坑就在这里啊。我再跟你说一件事情，因为其实是被票出去的嘛，那他一定是好人嘛。因为没结束，那我们场上可能还有小丑哦，所以是布丁是小丑，因为他刚刚突然出来挑拨离间一下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提供一个大方向，让嘉玲，你是不是狼啊？当然不是啊。好，那阿高斯，你是不是狼啊？如果说我是，你信吗？信。投我啊。好啊。是哦，干你要投，你是第一名。警长啊，警长，警官好，警官好啊，啊，土警官真的是。很给力啊，那个枪法真的是。太久了吧？我任务都解完了耶。黄色，你去哪里了？啊，你知道阿汪，你有看到阿汪在哪里吗？没有。就是大厅往机房走的时候。好像有看到站在那。我觉得不用聊他、欸，我想听小光跟家里面，因为布丁在我心目中是小丑的感觉。拍尸体的前一分钟在干嘛，在哪里？哦，最方便是我是档案是隐秘间大厅机房，性别是金，然后那个关灯的嘛，所以我就进去，因为我在大厅的时候，我忘记我在哪里遇到阿布丁了，反正我们就是一起走，然后走到机房的时候，我往上走。然后我就跟他分开了，然后有看到阿汪就挂在机房，
像没动。家里呢？嗯，前一分钟吗？大概。我中间中还有看到很多人，然后后面比较单走的时候是驾驶舱、厨房、看房、电房，然后再跑回，然后再跑回去左下角。你这边会觉得是我吗？因为在一开始左边三个，哎，左边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你在我心目中身份偏好，但我又不可能去投布丁，所以只剩家里人。小芳偏好吗？你们能肯定布丁是小丑吗？不能，但是他行为太像小丑了。对啊。好啊，那投我啊。怎么样？我们的陆医生。好啊，那就投他喽。看，你这一点主见都没有哎、欸，你他妈。嗯，没事，我们就靠赛。我也不懂，我不知道。豆豆，你在打炉石啊？那一刻，我的世界就塌了。怎么？你是进来打炉石的吗？今天是要被开几箱啊？你玩这个直接靠帅太扯了啦。就不然怎么办？不能靠帅啊！哦，好，